他们说不清楚他们自己的真正的症状到底是怎么样，但是学姐你反复诱导推敲，让他们把自己真正的病状说出来。学姐刚才做髋关节检查的时候，触诊检查压痛点的手法很厉害，我希望以后可以跟学姐一样做到精准到位。请问刚刚是有发生什么好笑的事吗？我看了一个早上，好几次都想开口纠正你，但我都努力忍住不说。我倒是想听你说说看。4号50斤的病患，用类固醇局部注射在关节内，才能减缓疼痛，你却只开口服药给他。我说这个苏基阿宅啊，难道你不知道局部类固醇注射需要间隔3到6个月才能进行第二次注射吗？这位病患上礼拜才注射过，当然不能打针啊，还是你都不看病历的、啊？那他们两个怎么回事？实习医生菜成这样，主治医师也有责任吧？哎，你自己也是实习医师，凭什么说我们菜啊？而且我们刚有做什么吗？刚刚帮8号病患拆石膏，你们整整花了半个小时，而且拿电锯的手还一直在抖。时针大员从第一天踏进骨科报到实习就开始互相练习打石膏，反倒是你呀、啊，我看你连打石膏器具在哪你都不知道吧？居然还在这边趾高气扬的纠正别人。打石膏、拆石膏是骨科的基础，我驾轻就熟。哦，好啊，都会都会，那就不要实习啦，出去。你不是啊？啊，那个是。喂，你真的要坐在这边吗？这样大元不是要睡沙发了？我哥今晚值班换我睡，这样没意见了吧？管家婆。哎，你这人讲话太客气了。不要生气，不要吵架。哎，那个拉塞斯基啊 ，Lazowski。垃圾司机啊，我们知道你很关心你哥啦，那我们想说他生日快到啦。大家一起合买一个礼物给他，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啊？他什么都不缺，就缺个聪明脑袋，你们行吗？讲话可不可以客气一点啊？那你一定要管这么多吗，管家婆？对，我就是管家婆。你不要跟他吵了，你忘了我们想从他身上多了解 Jeff 吗？对啊，之前我们在他房间看到很多个娃娃。上次失恋，我们还送给他一个娃娃，叫做巴福嘛，结果反而让他爆炸。他又失恋了，但是他受伤转移注意的方法跟小孩子一样，这次又是哪个护理师把他拒绝了？哪是什么护理师啊？我们阿婆很有尬好不好？他这次喜欢的是欧阳。啊？欧阳主治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哦。有蚊子咬我，好痒痒痒痒！真的太夸张了，竟然喜欢那个男人婆，瞎了吗？爹爹要是知道的话，肯定上台被砍了他。哎，你不要告诉你爸啦，欧阳主治他已经拒绝 Jeff， 他们不会有后续。这个女人凭什么拒绝我哥啊？我哥对他来说算小鲜肉了吧？鲜肉。我的笔记本呢 ？Jeff 的偏执型人格，极度自卑又看不清现实的自傲，是否有可能起因于被弟弟篡位夺权，压得日月无光？这是什么？你私下研究我哥，觉得他有病？杰毅不是这意思啊！哎，实在你说对不对？对啊，你误会了啦，仔。是史内普连叫我研究你哥的啦。史内普连，身心科主治。对了，奇
其实我们大家都是想要帮助 Jeff 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史内普连他希望我们借由了解 Jeff 他的童年，来帮助他现在遇到的状况。算哪门子的关心啊？你们凭什么当病人啊？我哥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，不用你们操心。弄做做，我的天！哎！点主事。哎呦，阿基哥啊，你怎么脸色看起来那么差啊？是不是心情不好，想要找我们连主治说说话？不过你应该敲敲门吧，这样子我就……你算什么身心科医师？在你眼里，每个人都有病吗？都应该被贴上标签、被歧视、被排挤吗？你突然这么说，我不太明白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要不要坐下来说啊？偏执型人格，随便给我个按个病名，全部人把他当病患看待，你算什么学长？安排的实习医师在他身边研究他，把他当白老鼠，这算什么教学？ Jeff 他不是白老鼠，但是呢，他的确是有一些问题，如果放任不管的话，只会越来越严重，影响到正常生活。实习医师们啊，只是想要借由友情让他敞开心胸。华特说过，友谊是和谐的平等，你派出那些人根本是看低我哥，只想揭他疮疤。烙明眼啊，看样子阿基哥真的被连主治冒上。弗洛泰也说过了，友谊是心灵的结合，他们只是想要进一步认识你哥，了解他，帮助他。哈伯德说过，要结识朋友自己得先是朋友，他们对我哥有同等的掏心掏肺吗？有把做过的丑事、黑历史都先挖出来吗？华盛顿也说过，真正的友谊是一株生长缓慢的植物。我相信日久见人心，他们现在正对 Jeff 付出啊，再多一点时间，他们彼此之间就能够建立友谊了。够了，对，够了，够了，慢一点，我来不及查。谁是华特，谁是哈伯德啊？还有伏尔泰，我只听过伏特加。所有带有目的的接近都不能算是真正的友谊。请你守住你身心科的专业，不要再把我哥当成病患。我不是把 Jeff 当病患，我是关心。我看见他知傲之大底下的脆弱，如果不帮助他，恐怕会越陷越深。就连你，你对 Jeff 这种惯性的控制状态也需要调整。哼。现在连我也有病了是吗？我看是你有病，自以为是的救世主病。我哥有请你治疗他吗？如果他发现现在以为是朋友的人都只是想治疗他、研究他，他就不会伤心，不会受伤吗？这，他们是真诚的关心啊！少自以为是了。我希望你能够懂得怎么样尊重别人，身心科主治。要治，先治你自己的病。哎，有了有了，我也找到了。托尔斯泰说，有了朋友啊，生命才显得出它全部的价值。是罗曼·罗兰。罗曼·罗兰。报告主治。杀人啊！像你这一种没礼貌、不敲门的不速之客，帮你穿个耳洞刚刚好而已。我话跟你说，还不走？你这是啊？嘿，停！够了，任何人说话。你现在又想说什么啊？还是我早上治疗哪些病人又让你不顺心了？是不是？你是在气我？像你不给病人注射关节类固醇的事情吗？啊，不然呢？是，那件事情是我做错了，对不起。哎，你介意我录一下音吗？你再讲一次好不好？你居然在道歉呢，真是太不可思议啦！我知道，我的天才横溢让很多人眼红看不惯，但是你不可以对我心存偏见。如果我有错，我会坦白承认。你说错了两件事情。第一，你并没有天才横溢。
第二，我对你没有任何偏见，整个福大人都知道，我对每一个人都是一视同仁。真的一视同仁吗？嗯。那为什么只因为我哥比你年纪小几岁，就无视他所有付出，连约会的机会都不给他？你怎么那么跳痛啊？我跟我哥从小一起长大，从小就是我罩他，你欺负他就是欺负我，拒绝他就是拒绝我。拒绝你？哎呀，你想跟我约会是吧？哦，你不会听人话？那你就讲人话啊！更何况你真的很奇怪，你不是只会欺负你哥吗？你现在帮他出什么头啊？我哥到底哪里不好？你为什么连一点机会都不给他啊？身为一个女人啊，更何况我还不是什么普通的女人。我实在是无法看得出你哥会如何成为我的男人，但是我也不排斥跟他出去了。But 我有条件。说吧，为了我哥，我都答应你。你说的哦，那就是从今以后，你在我面前都要闭嘴。什么意思？既然我也甩不开你，你也注定要在我底下实习，那我只能找一种不让自己气爆的方式，也就是以后你在我旁边只能举手发言，而且要等到我点到你才能说，漂亮的学姐，我有话要说。我连表达权都没有啊。你有，只是不能那么随性跟没礼貌。你不觉得拐弯抹角很浪费时间吗？真的很浪费时间。那你就穿裙子去跟你哥约会啊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是干嘛？打勾勾啊，不然讲电话。哎呀，你扭扭捏捏。哦，啊，哈，你故意的？当然，就是要告诉你啊，实习狗想跟主治医师对着干，想得美呢。男人婆。顺道，吃饭啊？来餐厅不是来吃饭，难不成是来开刀的吗？哎，大家都说你很严肃，其实你很幽默嘛。我没有在开玩笑。这句就更好笑。哎呀，水道，我睫毛膏没有防水，你不要再讲笑话。欧阳主治，今天很开心哦。Of course， 我终于找到方式治那个司机阿仔啊，他再也不敢在我面前没大没小。你还真有一套，我就拿他没辙。还好，我是外科，眼不见为净。说的也是。不过啊，我们两个算是得到了短暂的平静。不过有人哦，用爱与包容换来了内心波涛汹涌。连主治啊，这猪排再插下去就要变肉酱了。欧阳主治，沈主治。有连主治啊，我说整个福大上上下下向来只有你开导别人，怎么今天你需要跟我们聊聊内心的情绪跟压力吗？哎，真没想到啊，一个年轻的实习医师居然会让我情绪失控。虾米，该不会是陈天才那小子连身心科都染指了吧？我在身心科这么多年，不信任我的病患我都能够循循善诱，让他们知道我的苦心。这个天才呀，冲动爱顶嘴，却不给我一点解释的机会。连主治不是说过，荣格有一句名言，别妄想改变别人，要像太阳一样发出光和热，他人自然会吸收这份爱。可是我的关心被曲解，他又怎么能够感受到我的爱呀？曾经有一位智者说过，用爱与包容啊。可是我的包容却让他得寸进尺，他居然随意地进到我的办公室，把他想说的话说完走人，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。爱与包容用在不对的人身上，就是浪费时间。
我说孙成刀，你坏坏，你怎么这样子泼连主之冷水呢？毕竟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啊，爱是永不止息。看来是我的修养功夫还不到家。爱是永不止息，我不会放弃这个孩子的，我一定会再找机会让他了解我的苦心。兄弟，我错了，没想到这样的伟大情操也真的只有你一个人做得到。我期待你征服他的那一天，有什么需要我随时在身边啊。感激不尽，感激不尽。非常抱歉，上次没查清楚您的班表就贸然邀约你看球赛，是我的失误。身为一个有荣誉心的球员，自己的失误必须自己补救。今晚没有值班的你，是否可以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再一次演出精彩的 Nice Play？ 天哪！原来这个阿福要偷的是欧阳主治的心，要盗的是欧阳主治的爱。陈阿福，我开始同情你的蠢。你这个样子啊，再投胎十次，欧阳主治都不会接受你的。你选 A 还是 B 啊？我觉得是 A。是哦，我觉得这好像太残忍了。我希望是 B。不然我们两个各选一个，这样至少其中一个会赢吧。好。哎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大赫那样做简直就太过分了、啊。你说大赫开赌盘室啊？没错。这简直就是把阿福的私人感情摊在阳光下让大家笑啊，这真是太不可原谅。你们俩怎么了？怎么不讲话？表情怪怪的。你们两个也吓住了，杰一选学姐会拒绝，时针选学姐会同意。哎，你们俩这样子也是帮凶。哎、欸